都对这一次死去的许多漫画家也好，还有在这间工作室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的哀悼。这一位就是前来献花的一位，他也是来献花来表示自己的哀悼的人。今日的雨呢，虽然大火已经熄灭了，但是这场大火带来的悲伤仍然深深地弥漫在我们四周。